B1 楼板工程及 B2F 钢柱吊装。西北区钢筋绑闸，目前画面看到的是中央区 B1F 楼板交制。钢柱基础螺栓预埋，这是施工至1996年11月7日的全区现况。B1 楼板施作及外墙防水施作，防水层共分为五层，第一二层为细栓质防水材，第三层为压克力树脂，第四层为布织布，第五层为压克力树脂。B1 楼板施作，目前画面是1996年11月26日的全区现况。地下室外墙防水施作及东南区抗风梁吊装，地下室外墙防水施作，您目前看到的施工进度是东南区抗风梁吊装。目前您看到的是1996年12月10日的全区现况。西北区 B1F 钢柱及钢梁吊装，您所看到的施工进度是西北区钢梁吊装。在吊装钢梁前，我们会先将安全母锁与地面安装，以降低高空作业的危险性。另外，我们也设置了安全网，以防止工作人员坠落。画面上您看到的是1996年12月10日的全区现况。地下室外墙土方回填及 PS 板施作，西北区 B1F 模板施作，目前进行的是利用原开挖土方回填，每层30公分加以滚压。PS 板施作 ，PS 板主要的功能为保护防水层的破坏。
您现在看到的是1996年12月18号的全区现况。一楼钢筋模板施作，中央区一楼板胶纸，后车道区开挖，东南区第一节钢构吊装完成。中央区一楼板胶纸，你目前看到的是1997年2月3号的全区现况。第一节钢构吊装完成，前车道墙钢筋绑扎完成。墙面模板开始封膜，东南区一楼板胶纸，后车道地锚施作，施工法采取的是贝拉式地锚。目前您画面上看到的是1997年3月25号的全区现况。第二节钢构吊装现况，此为3楼至5楼的钢构吊装。西北区一楼板钢筋绑扎完成，前车道区土方回填滚压夯实情形，目前您画面看到的是 BRB 连接板吊装。钢构吊装完成后之电焊作业，目前的施工进度是1997年5月8号的全区现况。3楼钢层板铺设，本工程采用的钢层板厚度有两种，分别为 0.9mm 及 1.5mm。 东南区第三节钢构吊装，此为5楼至8楼的钢构吊装。
安全支撑施作，后车道前后两段以水平支撑方式施作，中央区则以贝拉式地锚施作，后车道中央区钢筋绑扎。您目前画面看到的施工进度是97年6月11号的全区现况。